딴 거야. 我爸呢？你爸刚出去买菜去了。啊，不说出去吃吗？嗯。这还有呢，看我姐都买了啥。没哭啊。哭。是吗？今天这么乖了。哎。哎呦，回来了。俺们姐。哎呦，不好意思。哎呦，不好意思。可乖了，说的今天。跟你亲，哎呦。嗯。哦，出去一看了，你们哈个。啊。哦，妈呀。可乖了，今天说的是吗？怎么回事？俺们姐。体检结果，明天咱们得去一趟医院。嗯。还得去复查去，这嘴粘啥了这块？哎呦。 哎呀，你请我姐吃啥呀？哎呀，想吃啥吃啥。哎，高贵哥接待呀。哎呀，哎呀，给掀毁了给我爸。哎呀，笑一个。哎呀，今天真辛苦了啊。哎。真辛苦了。哎呦，大哥呀，这该不给我整了，这个木头铺还大个。 一口水泡下，大概煮下的啊。这啥呀？口水泡一下，煮下呀的。这药粉皮子啊。啊。这个这酸菜也没弄那个呀。嗯。火锅底料上次拿吃没有？啥物事？嗯。火锅底料。吃了。好吃啊？好吃。走吧。吃饭去啊，不姐。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呀！不知道啊。哎呦。吃啥去啊，不姐？ 你们吃啥呀？米粒，你姐想吃啥？吃啥都行。三姑呢？我也啥都行。可你们？啥都行，我也啥都行，是吧？出去再说吧。大叔晚上回去。几点了还回去？到了，明天上班吧。明天上班。那你这么晚还过来？已经过黑天了。专门来请我姐吃饭来了。那你不能喝酒了晚上是吧？ 看我爸不冒汗了。吃寒牛啊，不姐？吃寒牛吧。让你妈买吧。你也吃点啊。有包厢。跟姐发不发工资还在那个台下面。哎呀，工资单儿。 该多少钱，我爸？兄弟，七天。一个月700多万呢？太狠了。那就照700万吃。我看看。这得吃撑破肚皮啊。750万。我这都啥都行，那还包包。你轻点干啥不姐？该休息时候休息。那你能请我吃饭吗？你挣。 三四百万就行，轻快的，你别这么整啊！啊，奶奶抱一会儿啊。瞅你晒的又瘦了。哎呦，那，哎呦，完了，等会儿就哭了，你看着啊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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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
哎呀，咱别喝一杯吧。吃菜呀，三锅。三锅多吃点啊。啊。小芳最愿吃的肉段茄子也上了，吃啊。这是我点的。快吃吧。我点这菜可好吃，三锅。好多网友都说了，那个我们上苏州的时候，嗯，姐夫都那么盛情款待，你们就给请吃串啊。这块就这条件，你不管上大饭店，只要是咱们
中国饭店都是一样的价菜品啊、嗯、不管是环境好还是不好、嗯、都一样，三姑在这块待这么多年了都知道、嗯、是吧、嗯、所以不分那个什么大饭店小饭店的，这口味好就行，而且这一盘价格都不便宜，你像锅包肉的话、嗯、一盘多少钱的、嗯、18000呀、啊、18000，这个肉段也是18000，折合人民币将近100块钱一盘菜，都这价格。反正这地方呢挣的也多，但是花销也大。是，嗯，买机票吧。买完了。订完了，过两天我送去。你送吗？你不送我送。我送呗，你上，你明天咋了？上医院得。他不上班。你今天晚上回去吃完饭。那医院结果不久了，你那边不久我久还得填单子，我爸是、啊、一项没做完，好多那个什么东西我们也不知道，再过两天就不忙了啊，明后天就不忙了。那行，他昨天前天就给我打电话了，完了干半天，下午回来还给一天我。嗯，行，轻点干吧，我姐别那么干了，给你减轻负担了。什么减轻负担呢？你有病了，我负担更重。你到时候医院结果出来看啥症状，然后咱们就再讨论这事儿啊。给我来电话了，给你来电话了。嗯、儿子，他就问上去的吧，我听到真的。就问我身体状况。我母亲毛病，你我爸是肝也不好啊。不知道啊。没有肝。他说肝不好。不知道，没出来结果，我上哪知道去？打电话问我说肝好不好还？胃呀、啊、还是肝啊？他是得写那个东西，然后你得从有没有家族病例那种、嗯、得填。那我也不知道爸啥情况啊，都得自己去。嗯，他自己填不了啊。我在旁边翻译呗。上菜了，水饺。哎呀，这是我公公点的水饺，吃吧啊。多吃点啊，你干活也辛苦了，吃了咱们多。吃。姐，别客气，到这儿。吃上点，你们吃就行了，我这么胖不吃也行。看儿子就行啊。是，关东酱。麻辣烤鱼也上来了啊。咱们口味咋样？尝尝。一般咱们东北菜吧，到这块全给改良了。掺儿了哈。是，所以跟那个咱们东北那口味有点不一样。太能远了。三姑，你尝尝。嗯。多吃点啊。嗯。嗯、睡觉吧，三姑都瘦了。我爸也愿意吃麻辣的，照照相了，我爸看。哎呀，还行。孩子放车里了，是不是？嗯，应该没事儿。不哭不哭，二儿子，快快，赶紧给他放车里。完了。哎呀，哎爸我不哭了，你都干啥？睡啊，睡一会儿啊，儿子。妈妈，慢慢吃。嗯，慢慢吃。三姑，还有羊肉串啥的都没上来呢。嗯、慢点吃啊。嗯。不，他那就是。是，都晒破皮了。他就用那个这个存风机给喊我点给上。嗯。你挂什么东西？是这勒的、那个、晒的呀？那才不是勒的呢。上次不是给你买那个药了吗？破皮儿的，抹点那个。然后这两天再休息的话，就别干了啊。完了，检查结果啥都出来，完了看看啥症状才干啊，不去。过两天休息，嗯，不忙了。是。现在都已经吃完饭了。咱们也撤吧。我猜一个没有要拿。我勒下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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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到家了。等会儿得让我妈把鞋试试，看她能不能相中啊。这是你买的啊，不是我买的。妈妈，你进来。我给你一个惊喜啊。啥星期啊？哦，你买钱了？啊，你儿子给你买的，你看你能不能相中，眼光行不行啊？
哎呦，会呀，儿媳妇买的。哎呀妈，会做呀，男人。不是儿媳妇挑的，是你儿子挑的。你看看你是不是会做起来？哎，这个怎么这么大似的呢？我们要男厕鞋似的呢。女士的，你看看行不行？你穿450的大小不合适，我就再去换去。哦，啊，行。大小不合适，给我换啊。好看是我挺相中的，这真的怎么？挺好看吗？这不，是不是？嗯。挺相中您的大小啊，合适我不知道。我给你找。来，你咋了，冷的？咋这么冷的？能坐住吗？能。嗯。坐呗。这个。大概。说说吧。大小。做功课，跟大小。行啊，满意啊。你不小不行。别鞋垫上过。穿都穿上。看看一个你脚肥是吧？我脚肥，跟这没事。这里要不要穿了？这里要不要穿了？没吃心的吗？我说我脚也这么肥，原来像。你这脚不算肥。啊。哎呀，这一面穿鞋，这一面搁那哄娃呢。那挺好。我们伺候两，伺候两，看看。行。这么大一个的。不用换呢。嗯。满意不？哎呀，我妈还穿耐克呢，现在。行啊，哎呀，谢谢啊。这黑天走道的，我妈看没一身黑呀。挺好。满意就行。嗯，满意。哦，穿那个。一个的这个。啊？你家阿大哥都穿那个。这么白的一个牛肉饼店怎么穿呢？不是出门穿呗。是出门。怎么给你感应？嗯，看我儿子，哎呀，我刚要夸他，我说看我儿子都能坐起来了。哎呦哎呦哎呦！嗯，啊，揉揉头，揉揉。哦。没事，让他皮实点。我一抱就好，看见没？这玩意儿可奇怪，都是玩意儿。奇怪哦，是哦。阿爸给姐姐啊，阿碧回家吧，现在都几点了？回去吧，你爸来接。完了，我们也回去。哦，你们也回去吧。啊，嗯，赶紧回去，小孩儿就困那个，赶紧的。是，孩子受不了了。嗯。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困了，困了，睡觉。啊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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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回家了。走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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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吧。走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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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吧。先让爷爷再抱一下，行吗？不干，不干，别录了，别穿裤子。晚上了，找人了，嗯，找妈，找他想睡觉了啊，睡觉，睡觉，困了，困了。